大家好，我是伊丽江子晴，也是 Amazing 爱妈职场管理中心的创办人。我是第43届的学员之一。在这3天的课程呢，其实对我来说是成长非常大的，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会不太很注重，就是说我该怎么样子去打扮，然后比较符合我自己的气质。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自己会有重拾一个自信，当我出去跟人家社交的时候呢，我会更加知道说，哎，我要怎么样子可以去让对方可以吸引到他，然后可以更舒服的跟他连接，这个是我最满意的一个重点。如果你也想增加你的自信心的话，欢迎来到 APP 自信心。